岳云鹏，哎，自从节目改版之后，你穿的越来越中规中矩了。对，那个其他的衣服都给收去了。这件衣服其实是很有纪念意义的。嗯，因为当初他们这一房的孩子，每人给做了一件白色的大褂，是吧？什么眼神？后来你穿的太脏了啊！他也不能脏成这色啊！好，让他们把那青春的那 T 恤还还给你。是是，岳云鹏现在越来越好，我看着心里特别的高兴。我也很高兴啊，也演了电视剧了，演了电影了，也开了专场了，也搞了商演了。是是，也做了节目，而且在这个二舞台的表演上特别出色啊。二舞台，二助理嘛。对对对，最近净大戏上咱们宣传来着，是每一个来的都是大咖、明星、大导演。对，好些导演我都想跟人家走。那为什么到门口都退回来了呢？ 是想让人家教咱演戏吗？不是，你也做过导演，其实你不用找他们，我就能教你，是不是？没问题啊，你来，我们瞧，你能演什么呀？什么都行。你先演个死尸。死尸。你看，这怎么了？怎么个死法？你说，怎么个死法就？你毙了我，你看我怎么死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不认识你。啪！啊！起！你没看我冲上过，啪！没打着啊！你这是吓死的。对，你有那样的。完了，你成功不了了。我就这么教你，一个死尸你都演不了，你会有什么出息？您怎么教我了？我刚才没少教你怎么死啊。除了这个呢？我也就是教你怎么死了。那您演一个。我演不了。您演一个。小郭。你这是要疯啊？<笑>演戏嘛，戏是假的。对对对。老郭。 愿有头，债有主。我认识你。啪啪啪啪啪啪啪！我认识你，啪！啊！有意思吗？没意思。我这么好的演技教给你，你都不学？您什么演技？我教。师傅，您甭管您演戏再多好，演技再多好，对不对？您是影帝吗？我是影呗。 那完了，我需要两个影帝来教我演戏。哦，看来你是知道今天来的嘉宾，精湛的演技。我们今天来了两位影帝来到现场，今天的现场肯定会特别热闹。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刘青云、王宝强。好，张哥，哎呀，兄弟，好，白劳。 宝强是常客，青云大哥是头一次来，是啊。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凡是来的朋友呢，都得带礼物，不知两位带礼物了没有？带了。他没有，我有。你这不应该，咱们这么好的朋友你空手来。所以咱太好了。你看人家不用带了。哎呦，在你那个哦，这就签那个名字。哦，刘青云。是我希望那个宝强有请你的名字在下面我们。哎，哦哦，这对对对，宝强写上你的名字，带笔了没有啊？带了。哦，这是走到哪儿签到哪儿。土堆儿、立刀，对。对，七个撇儿。Yes。你不好意思，先生骨头刚了。我这个天哪，我这从哪边看
三大就著名的人，然后到时候送给谁啊？送给今夜有戏的忠实粉丝。哦，这个主意好。怎么样？你看他，别看没念过书，还知道不少科学知识，哎啊、真好。可是他们俩把这地儿都占了。嗯。你干嘛把我们俩都给圈住了？别着急啊，做人不可以这样的，是不？可以的，孩子。我在写上送金有戏的粉丝是吧？对，真好，送给我吧，我也喜欢。别着急，待会儿咱们仨还写呢啊。嗯，那、这个这上面是我和两大影帝一起，我也不是影帝。这期节目正在播出的时候，哪一位在微博上圈我们，我们觉得您的提议、您的话特别好玩，这张就是你的喽。